啊，终于放假了！看到这个山，放假就是要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尤其是这两天老婆不在家，简直释放我的身心灵，真是太爽了！来来来，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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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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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 你看吧，你看吧，中奖了吧？要继续拍，那要去哪里？网友真的是不想放过我们，真的是不能乱开投票选项了。叫我们继续拍，那要去哪里？说啊，这次我打算去南横啊，南横的东段哦，在台东，我们等一下要先往南开去屏东，再绕到台东，再上山去南横。 那边是近年我确定还有那个观察记录的，我们去那边看看，只是真的比较远了。那要开多久？不要想这个问题，那个太恐怖了。哦，可以不要去吗？你就不要睡着啊，陪我开车就好了。小蓝老粉有新影片，竟然要去找台湾大敲啊？对，这一定共估的啦。 啊，果然啊！你看我就说嘛，以我对台湾大霄了解，哪有那么容易被你们找到的？我送个键盘给你们也是刚好而已啦。还是问一下胡老师，啊，猛尼冲起来了。也许人家不同看法，人家好歹也是权威，跟你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他都很有研究啊，养虫很厉害啊，很少看到他。 有做野外观察记录呢，可以吗？行吗？哎，问一下关小白哦。哎，可以，不要嫉妒排挤人家，好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好了，打我打，时间还很久，杀时间。哎，老粉啊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哎呀，我知道啊，你们要去找台大嘛，对不对？ 啊，我有看影片，很可惜，把这次没找到没关系，下次一定会找到的。嘿，啊，你们要去南横啊？啊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我只有今天放假，不然我真的很想帮忙啊。我现在人在北横，哈哈哈哈。是哦，你休假就今天喽。你一定不理我。哦，好啦好啦，不然下次啦，有机会哈，我们再去找你玩哈。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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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加油哈，加油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好，拜拜。吴老师在度假呢，在北横。 这么爽，反正想也知道不想理我们啊，别想太多了，靠自己吧。那不然，还是我们去北横找他啊？北横呢？现在已经往南了，要往北吗？去好吗吧，算了啦，绝对不会理我们，去被笑而已，不要不要。你就放下嘛，放下这一切嘛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难道你不想看到胡老师出糗吗？啊？嗯，出糗。 你让他带我们去找他，一定找不到的啊！丢啦丢啦，好像有点道理。丢啦，让他出丑啦！找他，走。好。哎。 两个人，该不会真的跑过来吧？我还是先回家好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反正是胡老师压掉啊，能撞能撞，差不多。要打哦！哎，胡老师，别走啊！ 老师，别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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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，
绝对好。来，让我们欢迎吴老师。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胡老师。老师登场太过豪华，剧组经费已经花光，谢谢收看。应哥，今天这样子找胡老师出来行不行啊？那是听你啦。胡老师，胡老师，你毕竟他也是国内最黑虫专业啊。你看，很想跟他分享以后的记录呢，行不行啊？你去试探一下。说的也是，我也没看过哎。对啊，对啊，去试探一下，去试探一下。我劝他，我劝他。哎，胡老师。胡老师拉下来。欸，我们哦，前几天啊，去那个古关白鹿吊桥观察那个台湾大桥，欸，结果你知道吗？什么都没有呢。跟你讲，这个你们找不到是正常。我想看，找小兰去啊，是不是？小兰行不行啊？他到底有没有找过台大？哎，小时候是小兰在后面啦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也觉得他根本没观察过。行不行啊？他就讲话讲得特别大声啊，在那边嘴炮，难怪他要收键盘一个，对不对？改天回去再送他一个。所以说，不要相信小兰，我们两个自己来找就好啦。哎，欸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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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秋天的虫都跑出来了。那台湾大桥还有戏吗？嗯，其实包括台湾大桥在内的许多大桥属的昆虫呢，它们的寿命都很长，是，就是可以达到一年甚至两年以上。那基本上全年都可能有机会看得到台湾大桥，甚至有的时候冬天，但是天气很好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都还可以遇到它活动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已经接近秋天了，可是还是有机会。对，还是有机会的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像这样在树林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啊，那晚上就会有一些灯光，就会吸引一些趋光性的昆虫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停留一下，附近找一下，看看会不会有一些昆虫这样。对，我找看看。好，走，开始。这个厕所真的有吗？哎，今天呢？哎，胡老师，来来来，看一下看一下，我刚刚找到的。这个啊，这个不是台湾大小，这是什么？快说啊！我有点想上厕所，我尿急尿急。哦，先去上厕所。啊，尿急先，我尿急先。赶快找，奇怪，怎么找不到？哎，胡老师，你好了没？哎，我还没找到。什么？不，我是说那个万吉，你先去找小兰。万吉，万吉，你先问小兰。你麻烦呢。好了，我先问小兰啊。我来了，来了。怎样？靠这个，靠这个。哎，哦。哎，刚刚发现了。哎呀，胡老师跑掉了，跑去上厕所啊。是啊。不知道干什么，上很久。你还认得他吗？之前点灯还点到呢。就是那个嘛。刀敲啦，你这上次点灯就为了平头要熬我火锅都忘了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我现在眼里只有台湾大敲。好了，那在我们中海拔其实还算优势物种。你看，我们今天好好来观察它，它身体很修长，配合它那个修长的倒二，整体是修长，然后烧光黑的体色，非常有质感。哎呀，我这只个体还不错呢，比我们上次点灯的还大哦，大蛮多的，很漂亮。观察一下，北横产的个体哦，对，讲到重点，北横果然是昆虫天堂。对对对，你看我们来没有多久，你就发现这么好东西。看起来今天北横的台大、台湾大桥蛮有希望，相当有机会。对啊，你等一下给胡老师看一下吧，他应该也蛮喜欢的。好了，我去找一下胡老师，他不知道解决了没？看他的表情，好像很痛苦的样子。是啊。
讲到这里可不可以？前面看这边的树。哎，斌哥，等一下，你旁边那个树上，下面树上看一下。来，那上面给啊。那个。哎，来我看一下。哎，好可爱呢，这只好可爱呢。这个是那个啊。对，你们看那边，有妹子，先看妹子啊。哎，在哪里啊？有吗？哪里？有吗？在哪里啊？哎，说清楚啊。啊，没有啦，看错了。哦，你们两个可以再扯一点。啊，这什么虫？台湾大鸮吧？这个不是台大，这个是细脚大鸮，因为长相很像国外的安达幼齿大鸮，所以呢，都像台大的，所以呢，大家都称它为小安达。在野外，我们可以在海拔大概800到2500公尺以上的环境看到它。除了说在地面上爬行之外，然后也稍微有趋光性。啊，另外呢，就是有时候可以在红色的古木之中找到它的踪迹。啊，算上是一种非常漂亮也很受欢迎的大鸮。嗯，一般还不太常见，你们运气还不错。哦，所以这种大鸮形虫就跟刚刚说的台湾大鸮一样，在秋天、冬天都有可能被我们观察到喽。对啊，因为它们普遍寿命都还蛮长的，所以只要天候状况 OK， 温度比较好，它可能就会出来了。连这种比较少见的都出现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锁定重点，像树洞之类的找看看，好，找不到就有机会，这附近再找找看，对。好，把它放回去，我们走喽。好，走。哎、欸，Pink。Pink 哎 ，Pink 逮到了，这里有东西。来，哈哈，抓到，这个抓到，来，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这都黑啊。扁锹就第一集，我最后失手那个啊，你就不信，一直说什么台大，我大知道。第一集也是这个啦，扁锹而已啦。不是啊，这次逮到你没有干扰我，就顺利抓到了。第一集都是你在吵。怎么？你上一次那一只掉下去，你怎么证明那一只不是？就真的就长这个样子，它身体会比较扁啊，那特色比较侧面扁扁的、啊。胡老师也说你不太行啦。我真的是，反正上次那一次，我觉得就是台湾大鸮啊，不管了、啊，今天没办法，你看天又要黑了，我们也差不多了啦。今天又没戏唱了吧？啊，天黑了啦，走了啦。好多人看来一个键盘哦。哎、欸，奇怪，我觉得这个树洞还看起来还不错，应该蛮有机会的啊。还是没有成果哎、欸。对啊，找了一整天。嗯，就是还是很谢谢胡老师陪我们一整天呐、啊，谢谢。不会，辛苦了。加油！你们一定还有机会的。太感动了。对啊，那我们只好再找机会，下次去别的地方再找胡老师。有机会再找胡老师玩。好，没问题，欢迎你们再来。拜拜。胡老师还是值得信任的啊。对啊，他今天介绍那个细脚野外生态介绍的不错，超热心的，也是两把刷子哦、嗯。不要再黑他了。今天没有找到也不是他的问题。是啊，应该是你的问题吧？哎，不来啊。刚刚我明明感受到强烈的大鸮的气场，这树洞应该很有机会，赶快回去再看看，再看一次。